道，我们很善良或信任，有一款音乐是这样啊。我很期待我们这个节目做到正能量，可以做到，然后可以疗愈大家。比如我们刚刚的第一集节听的，我们两个自己都被疗愈。自己被疗愈。本来两个之间不敢谈恋爱，现在都觉得可以，可以是。但我掐指一算 ，Selina， 你能等到2022吗？今年是2019，太老了，无氧有点等不及，是不是？可以，或者今年也是可以脱下一半的眼睛啊！好，听到。再见。感受，对，爱被，都是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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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铁花椒。平常看不到我的时候，都会很希望给我算，看到我都不敢算，对不对？然后会告诉我，他告诉我答案，我不想知道，他很怕他错过了，或他很怕他被我种下了一个这一年一定有，然后那年过了就没有了那种感觉。其实我觉得在这种事情，大家不会给你负担，因为老师都。老师明明知道一切，但他却选择性的告诉我，因为他希望我们都抱着希望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这样。你本身对不对？可能像我真的没有64岁了，已经有这个，对不对？你64岁的时候才会出现。对对对，所以64岁之前，我必须要保有我的精气神。哎，这给了我一个，就是我非年轻不可的。我也是，对不对？啊。所以你还早得很，3年算很晚。对，我想有，我想有。我就把直播让给你，没问题，可以啊，可以期待。对吗？哎，老师有见过你，你那有见过啦？哎，我见过了，他上面大三元的。哦。所以老师各自都已经。感受过了，但他有可能算不出来，他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的多久，会很可怕，因为一直都在爆炸。对呀，我家要爆破的时候就找我，我考虑找姐妹一下。我们这个节目没有特定的主题吧？如果有适合他，觉得对，只要是你的话。姐妹都知道我开心，送花，对，这是会给我很大的权利，那每一天就是我最大的。